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2月23号瑞芳瑞芳站哦。哦，7:08，我朋友是7531次获列，以及4712次发的发车奖品，开往青铜的 DRC128加 DRC123加 DRC124三节 DRC124客车，在瑞芳站驶离哦。4712次，有一辆青铜的平燕支线。还有客车，开往青龙的末班车，还有一班是开往石本的，啊，这班是开往青龙，在瑞芳站此留，以及7531次，1238单电筒加速解十扎斗车火力，哇，傻眼的，就让他停了待毙。再见啦，7531次，一个电筒可以拉那么多节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抱歉，我没办法，忍耐一点。3283念头加速前，是扎到头的。见了，到下面跟马掌门都对我们俩几个面7531次，在瑞芳站也是的哦，1328单电楼加速解释啊，在瑞芳站终于加速时，好了，我要回家，21:10，晚安，拜拜，111年2月23号，瑞芳站拍摄。各位观众，晚安。